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文。OK， 在我接下来发影片之前呢，我想先做一个澄清，就是接下来我所发的影片呢，都是纯粹个人的分享，并不是做一些什么宣传或者做一些广告给大家。这个纯粹呢，就是个人我自己个人一些分享的一些东西罢了，所以请各位呢，接下来看我的影片的各位大哥大姐、小妹妹、小弟弟，都不要因为觉得，以为说，这个是小文介绍的，就觉得很好用这样子，千万不要哦，因为我这个呢，纯粹只是个人分享的一些很好用的东西罢了。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啦，或者会适合这样子，所以我在做这些影片之前呢，我想先发这一个第一个影片，就是先要跟大家说，接下来这几天或者这几个星期我所发的影片呢，纯粹只是个人分享而已，绝对不是什么宣传或者做广告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千千万万要记得，只是纯粹小文的个人分享而已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请接下来如果大家还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继续帮我 follow， 记得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 我，然后记得帮我 share 出去这些影片。好，在此我先谢谢大家了。